我公司搬家了，走，我带你熟悉一下新环境。这楼看起来也太简陋了。今天效益不好，环境变差了。没事，跟你们在一起哪儿都是好环境。超市在那边，往右拐那边是吃饭的地方，然后地铁在那边，交通还是挺方便的。行。刚搬家，还没装修完，有点乱。没装修完，那不全是甲醛呢？没办法，房租交不起了。看看你想坐哪？我自己挑工位啊。对啊，你先挑。我坐哪儿都行。那你坐靠窗那吧，我特意给你留出来的，有阳光，通风还好。行，那谢谢主管啊。你先坐着，我去给你买午饭。没事，一会儿咱俩一起去吃就行。行，那我在前台等你，你收完来找我。啊。你搬这儿来了？啊，主管给我留的工位。我这东西你们都帮我搬过来了，都帮你搬过来了，谢谢你俩啊。哎，这公司刚装修完，不得有甲醛呐？没事，我跟西西给你买了空调。空调？我坐这儿，你们坐哪儿啊？我坐你旁边啊。我也想坐你旁边啊。你到底要谁坐你旁边？我也想坐你旁边。拍我。你个前台，你怎么坐我旁边啊？这样吧，我安排一下，没给你时间你就别坐这儿，老板肯定不让你先坐那儿。主管，我想一抬头就看见你，你坐对面吧。那行，西西，你坐我后面吧，这样方便咱俩说话。行。石榴坐我旁边吧，因为他工作上帮我比较多。